太阳还没有下山，渔港就开始热闹起来，一艘艘渔船正发动引擎，准备出海捕捉索管。刚捕到的索管必须经过初步加工，才能保持新鲜。渔获量很多的时候，必须将索管煮熟，这就是携带炊具上船的原因。如果渔获较少，或是捕到大型索管，只要加足冰块就够了，生鲜的索管价钱更好。回程时，因为运气有好有坏，有的渔船又重又慢，有的渔船又轻又快。虽然每一个人都累了，但是当船首前方出现熟悉的陆地和灯光时，捕鱼人都知道他们又可以和家人团聚了。